看看现在的海滩有人吗？对面的尖沙咀虽然看不太清楚，海边上应该也没什么人。会展中心，海北正北边，临海这块，从中环的滨海道修通了。看看香港人的创造，香港人的 AR 是哪？来，我给你看，我给你看，这就是香港人的 AR， 你服了吧？现在港府破了壁。也不知道是有意为之还是什么，但是呢，就已经都不是商业用地了，最好的地儿全给了走廊了。啊，这个黑色的纪念柱，设计师的居心不用问，这黑咕隆咚的柱子，这设计师真不是个东西。然后再往上看。上面是个什么东西？大概是一个五角帽，是海盗船长的五角帽。哎呀，多纯净的港湾！到此一游，花儿没人，人。这儿连旗都不剩了，又新修一段，从中环一直可以连到湾仔码头，然后到了湾仔码头就到头了。好，湾仔码头，各种方框、桥段，遮雨棚，就这新现在。最新的这个湾仔海滨，湾仔风云，尖沙咀没有了，九龙都没有了。